哎，这个这边我说错了，那过去被打一套西瓜射手，哎，这边直接下线加到里秒了，秒了，秒死了，那结束了呀。露娜还没倒，露娜还没倒，还在秀。这边还在追，银次也走不掉，零换三。中路顺着线一波了呀，这边中路线都清不掉，这边塔应该是要强拆的，想拆中路二塔一波，对，快点靠，快点过来，坦哥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哎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一波了，差不多了。火舞没闪，他清不掉这波线，对吧？火舞在，一定隐身，隐身，说实话，有很多人都是隐身人，这把只能说就看到 ROC 其实站出来了，但其他人的话。确实存在感有点低调，最后一波被秒了以后的话基本就算在一波了，确定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掉水晶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拿下第一把，舒服，这是第一把拿下了，我感觉士气大了，这很爽，大涨士气，大哥很开心，蓝色方未央露娜，怪不得上轮 KS7 疯狂搬这边的露娜呀，原来真的练出来了，兄弟们！这边包他必死，这边开奔狼直接来追。未央这波的话被开了一波，直接开肉盒，肉盒可能要倒肉盒，有没有复活甲？肉盒没有复活甲，直接倒掉了。这边的话，露娜倒了，露娜复活甲站了起来，有明刀，明刀出发没有死。另外这边的小鸡也明刀出发了，小鸡被这边的不要直接两下点死，他已经在留人，留这边的林志玲，这可能跑不掉，一枪带走。拿下了，我觉得这把拿下了，杀这边的未央，未央有复活甲站了起来，拆完之后没有阿塔减速带，对，轮流中路阿塔直接拔掉，还有一波兵线，蒙天的大招估计第二个快好了，蒙天的第二个大招快好了，有机会，很有机会，这边再压，守约再来一狙，狙到这边的一个明明已经没有状态了，明三分之一血的已经没有了，他也再炸再炸，这边两个人怎么守守不住，冲进去点击第18分18秒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，把专业打在公屏上。一上来一楼，在我看来，露娜火舞已经拿了个了，三二八冲了，死了，火舞已经有空了，火舞赢了，赢了 ，AG 赢了 ，AG 随便赢 ，AG 随便赢 ，AG 随便赢啊！露娜没死，露娜有复活甲，露娜有复活甲，露娜有复活甲，露娜还能打，露娜有复活甲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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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A 死，露娜还能飞，断塔直接杀，好，看一下宁次状态再好也没用，想换换不了，零换三尝试一波有没有？一波了，一波了，有没有？中下一波了，中下一波了，抢点，把这塔顶掉，抢点，抢点，门天来，门天来，快叫门天，快呼唤门天来抢点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一波了呀，一波了呀，这抢点完就一波了呀，一波了呀，绝对一波了呀，肯定一波了呀，这要不一波的话也太草率了吧，一波了持续一波也行，不一波也持续一波吧，要持续一波啊，持续一波啊，顶塔持续一波啊，清两兵线的火舞黏住了，泰森黏住了，泰森黏住了，很关键的复活车之间，他怎么死的呀，火舞，让我们恭喜成都 AG 超晚会本局比赛一定建模中单在犯罪，真的一抢墨子就该输，你说中野犯罪我是不认的，打野他只是想去一换一，中单是真的一点用没有，这个火舞一点用没有，兄弟们。主要是未央这把露娜也没有死过，要去贴脸，不要想着被动。看一下露娜，未央上去了。露娜二技能再吸一下，蒙恬过去顶一枪。ROC 死了 ，ROC 直接被秒了。正面露娜复活甲换了个名刀，依旧输了，闪现一枪大招塔将。啊！抽象老铁。不该说不说，中路的话暂时没有平民线，但是 AG 剑魔团能打赢，全是 ED 剑魔。心里话 ，ED 剑魔在白银，不是这个，我心里话，这个 EDG 这波团能打啊，不 ，AG 这波团能打赢，全是 EDG 给的好，真的不骗你们。这火舞这把真的抽象，我没骗你们吧？你们老说我带节奏，我没带节奏，我真的是正儿八经的说。哎，开奔狼想要打这波圣流，哎，火舞一套技能叫完，另外一边狂铁打露娜，然后蒙亚把香香给切了，另外一边还在打一狙，在 A 名刀出发两段大招。打了一波猝死，又把那个露露打掉，这边还在留狂铁，狂铁之后也倒，只剩两个火舞剑墨子，可以一波。
感觉可以一波，感觉可以一波，想强拆，只剩墨子加火舞，火舞还没有闪现，感觉想要一波，就看蒙恬，蒙恬现在不要白给状态傻吧，白给状态干嘛？现在可以推去高地，然后再过去逼火舞位置，另外一边再给他一枪，再杀墨子，直接点击第一波了，一波了。那么恭喜成都一冲会取得第一局比赛胜利，但感觉一局打得一般般。今天啊，这一局比赛十个人你就最猛了。对，看一下的话，乌鸦上去了，露娜二技能再吸一下，蒙恬过去顶一枪，但是正面的孙尚香被包死了，火舞呢？带走，但是中路明刀那可露露也被露娜穿死了，最终人头是被一蒙亚的头。继续扫。灵芝被放中了，完了。中路的话暂时没有平行线，但是后边有一波完整的兵线。完了，强拆呀！拆完之后没有办法减速带。为什么这五个人是从五个角度接的这波架？为什么不是 EDG 主动开的？应该是刚刚下主开了个奔狼，然后先去抓了一波孙尚香是吧？什么上去送都可以？谁在说？明挑起来复活，太乙给自己研磨交了一个大招，还是拦不住人啊！直接跌水，让我们恭喜成都一级超会，我是仙奶，拿银针嘛！你这火舞干什么用嘛？你拿银针嘛？中间的团战真的很精彩，伊露娜除了那十个人，你就最猛了。对，看一下的话，乌鸦露娜飞进去，不过第一枪被打残，狂铁侧面直接逼到露娜，但 A 级所有的人扑到了孙尚香的脸上，露娜买出了复活，复活战前露娜吃了很多的伤害，那可露露侧面飞进来又倒 ，A 级是直接在正面打了一波硬碰硬呀，守约的阵容打了一波硬碰硬，而且还碰赢了，你们不觉得很经典吗，兄弟们？对吧？那我觉得 AG 这个打法也是挺奇妙的，我确实觉得挺奇妙的。然后这样子打的话呢，这个纳克露露就显得有点小丑了啊！如果是真的你要让 AG 这样子赢呢，纳克露露确确实实感觉要一波，有没有说法？墨子跟火舞守不住的，这边一波了，一波应该一波了。行吧，恭喜 AG 拿下这局比赛。这把 AG 赢的其实啊，总那当然 BO7 第一局嘛，对吧？赢了总比肯定比输了好，因为这套阵容确实不算是 AG 擅长的阵容。蒙亚在草里埋伏，墨子找机会想切 AG 后排，露娜二技能无情控住不知火舞，靠着复活甲，露娜控到那可露露，拿捏到位，露娜这大招断了，没吃上。AG 这波让人看到了他们之间的默契，齐心协力把对面打崩了，收了不少人头，点爆他们。无时无刻陪伴着你，来企鹅 FM 听王者荣耀有声电台，从攻略到故事，从声优主播闲谈到 KPL 选手发声，一次听够。墨子二技能给的漂亮，对面中路高地没了，我们又向胜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。AG 场面上更有优势，可以尝试一波。露娜带头点水晶，帮助 AG 拿下了这场胜利。钢铁豆豆，我下路带吧，下路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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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波左边，我想跟他干，其实我不想跟他打带线。OK OK， 那直接塔波奔狼，塔波奔狼，要别漏，都别漏，都别漏，都别漏，让我来，来，都别漏，别漏，别漏。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慢，双慢点，双枪闪点到了，闪点跳了，跟我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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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双枪死，三帽子，帽子没闪，红没闪，我跟你，我跟你，我跟你，没闪，打这边的，来来来来来，打击，看狂铁，看狂铁，能看我吗？能看我吗？能看我吗？能能粘着，拆火舞，火舞能复活，火舞能复活，给打打打，我带线，我带。双枪没闪的，出来给我杀他，双枪没闪的，火舞也没闪，挡下挡挡，我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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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火半点火，我这逼上火舞进来了，杀人杀人，火火大残火，拉线杀人。帽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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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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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三点他